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啊。今天的风特别大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，嗓子有点哑，有点小感冒啊，吹点海风就好了。好，不多说了，咱准备赶海了，找找东西去，出发呀。这是啥时候冲来的大蛏王啊，被那个别的东西吃掉了。这个大的肉最好吃了，如果再大的话就不好烂了。走，哎呀，怎么都聚一块了啊？这是啥？这是被浪冲了，刚刚退下去，再找找是吧？有这个金鱼蟹，活的好像就不多了，只能碰碰运气了。你看被那个钉螺吃的呀，这螃蟹还挺肥的，看，浪费掉了。我好多金鱼，今天水还挺清的，不是特别浑。哎，这出来喘气儿的，不动了，你看，还想晒太阳，这小家伙，放你一把吧，太轻了，还是老样的。现在螃蟹也不多了，都这种小的太小了，那个的太小了。哇、哦、好像夹我的战斗的姿势，战斗的，我就不信没有大螃蟹啊，一个大都找不到。我的运气现在真不如以前好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只有这种了，这太小了，不好玩，不是很好玩。战斗姿势，战斗吧，小蟹，小蟹。走，哎，好像看到东西了。哇，真不容易，捡个活的螺是真不容易，在滩上有一个小的，好想把它放生啊，但放生之后肯定是被这个金鱼蟹吃掉了，我把它扔到深海里去吧。这边金鱼蟹太多了啊，都被，如果换洞的话就肯定把它吃掉了。走，咱再找找看，刚刚那地方啥货也没有啊，没多少货，我就换了那个新的地方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之前来过一次啊，这么螺，这种小的，下面有好多大的呢，好脏啊，洗洗就没事，稍微下来就有货啊。好的，小这么多，呀呀呀，这浪太大了，我现在烫手了。这有一个，一般这种水的下面可以，如果要退潮退到深下面去，肯定很多很多的，不过咱看不到，能摸到。哎，前面咋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？怎么水这么大？这浪不应该这么大，过来看看啊！哇，第一次见这个，这是往海里面抽水吗？以前都是那个青鱼才这样的，看怪不得这么多的泡沫呢。走，咱过去瞅一眼啊。过来了，你看看泡沫呀，海里面的水那么一冲的话，泡沫就非常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奇观啊，走过去。
好害怕，要是夏天的话洗个澡就好了，现在有点冷了，风有点大，就不洗了，过去瞅一眼。哦，看这么大管子，这是通到上面养殖池里的呢。哇，水压好大呀，不过就一个出来，这几个别的没出，要是一块出的话就好看了。我也是正上方啊，看水压，我都不敢过去了，想弄个套网网子抓点鱼，结果感觉办不了，太危险了。海边其实也很危险的，我们不要这样操作了。好好好，回去了啊，拜拜。